饭前不好混，熬卷尬舞，坦言老了受不了。当导演白了头发，死的是脑细胞，而年轻艺人则是要多掉点体力，流些汗了。好久没有公开露脸的艺人敖卷，10月5日现身台北西门町，与舞团的好友们一同尬舞。当天他小露一手看家本领，频频献上高难度的街舞技巧，一招炸膝盖更是让大家瞠目结舌。膝盖这一炸不得了啊，即兴演出反而让敖卷受伤，跳完更让他气喘吁吁，受伤之后寒如雨下，让他大呼年纪大了。其实年纪大一定会对这种运动，因为这个真的很累，对，你只要做一个动作你的血就扫掉大概5格，对，所以刚刚我大概直接扫掉了整排血。小编点评，回去好好歇歇，争取早日满血复活。